大家好，欢迎来到 Francis 爱生活。今天是一期 vlog。其实我一直想拍这样的影片很久了，但是一直没能鼓起勇气。我现在人在加州，天气超级好，然后等下会去上瑜伽，所以想说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这边的生活。我当然会去一家叫做 Core Power， 是加州这边的一家连锁瑜伽馆。我昨天已经去上过一节课了。那你第一次去，他会给你一个这样的 welcome package， 一个小信封，里面有一张很可爱的卡片。Welcome to Core Power. We are so happy to have you. Enjoy class. 然后还有他的课程介绍。我昨天上的一节 Yoga Sculpt 是雕塑瑜伽，然后强度还蛮大的，很喜欢。那个老师好像叫 Ashley。然后今天约了一节，咦？Core Power 2是一节高温流瑜伽，然后还有一节 Core Power Strength X。这节课我没有上过，在其他地方也没有上过。看它的介绍是结合 HIIT 高强度间歇功能训练，然后还有一些 Breathwork 呼吸法。那我上完课再跟你们说我的体验感受。给你们看一下现在外面的天气。天气超级好，那我现在去换衣服。我今天选了一套全白的，去换衣服啦！现在换好衣服了。咦，要怎么给你们看全身啊？我真的还不会用，哎，第一支影片大家见谅。哦，给你们看镜子，很喜欢这一套，已经穿了好久了。我现在去准备我的包包。的眼镜盒、耳机、钱包、眉笔、水壶、我的瑜伽毯，还有干净的衣服，还有毛巾。好，出门啦，拜拜。现在在走去瑜伽馆的路上，大概是30分钟的路程。天气超好，给你们看看他们的更衣间，空间还蛮大的，光线很好，也很干净，有淋浴的地方，沐浴乳、洗头发的都有，还有一面全身镜。我现在准备绑个头发，就进教室啦。
Inhale, chair pose. You can turn to four. Exhale, open arm twist to the right. Oh, 下课了，大家。哇，从那镜头看，我这边晒的好明显哦。是前几天我们去海边散步，然后。有点晒伤哦，这是现在上完两节课的状态，很累，但是很爽，很喜欢流汗的感觉，然后老师都很嗨。我现在应该没有什么时间洗澡了，因为我去超市买食材，是晚餐，我们要做烘大概，但是忘记了清柠，要简单的。擦擦脸，然后正好教室旁边有一间 Whole Food， 去精灵回家，然后待会回家做晚餐，到时候再给你们看我们的晚餐，拜拜。买个明天的早餐 ，bagels。青柠。现在要去找椰子糖，做 Tom Kha Gai 需要的。这里应该有卖吧。啊，找到了，就是你 ，coconut sugar。现在东西买好了，在走回家的路上。现在是6:35，天还蛮亮的，舒服。很好吃欸，好吃，是我们昨天在 Whole Food 买的鸡肉串，好好吃哦。我再加一点烤柠檬，Really good. Oh yeah, I grilled these. I put those on the grill. 饭后甜点，餐后水果。好吃，好吃。
我现在已经吃完晚饭，然后刚刚也洗好澡了，所以现在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跟大家聊一聊我今天上课的感受。我今天上的第一节是6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高温流瑜伽，那我觉得它就是一节常规的流瑜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没有上过高温瑜伽的话，你第一次去，可能会有一点不适应，那是很正常的。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哈瑜伽不是在这个瑜伽馆，我第一次去上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办法坚持下来，我可能就上了20分钟吧，就要离开教室，因为我完全不能呼吸。然后过程中我就在看旁边的同学，我就在想 how and why。在想哈瑜伽它合法吗？它安全吗？为什么大家在练高温瑜伽啊？因为它给我身体带来的感受就是极度的不舒适，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继续坚持下去，反正我就是有一直在坚持的练习。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我现在身体已经非常的适应这种高温的练习环境，而且也很享受这种练习的方法。我觉得可能就跟所有事情都是一样的吧，任何事情在变成简单以前都是困难的，所以一定要坚持。还有一点我很喜欢高温瑜伽的地方是，我觉得它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的心理韧性。我很喜欢"韧性"这个词，坚韧的韧，因为我觉得它在我们的人生中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上过高温瑜伽的话，建议你去尝试，多尝试，你才会知道自己什么是适合自己的嘛，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一定要做好水分的补充，一定要带好毛巾，因为你会流很多很多的汗。然后第二节是45分钟的 Core Power Strength X，我觉得它跟瑜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耶。我不知道是这个老师的风格是这样，还是他这节课就是这么设计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光着脚上的高温 heat。如果你没有上过 heat 的话，它就是高强度间歇训练。课程中是结合了高强度的短时爆发性练习跟低强度的恢复休息期间，所以就是高强度的练习，然后低强度的休息，这样来回的交替，然后过程中涉及到很多的深蹲、很多的俯卧撑、很多的跳跃 burpees，强度是很大的，很累。然后也会运用到哑铃，那个重量是你可以自己选择的，所以可以很好锻炼我们的肌肉，锻炼我们的心肺能力。我觉得是可以达到很好的健身效果吧。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也建议你去尝试看看。现在哦，其实大腿有点酸，我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继续上课，但是可以的话，我想再约一节 Yoga Sculpt。我很喜欢那节课，目前来说是 CoPower 我最喜欢的一个课程类型，我觉得也是最受欢迎。那天我去上的时候爆满，但是聆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会明天起来以后看看身体什么感觉再决定的吧，再决定吧。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了，因为我今天白天一整天都在研究怎么拍 vlog，所以导致我今天该做的事情都还没有做，所以我现在可能要。不是可能要，我现在是需要看一下书，然后要更新影片。我已经有2个多礼拜没有更新了，有点抱歉，因为我今天收到留言说什么时候更新，什么时候更新，明天就会更新了。好，在这里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你们是我继续更新影片的最大动力，也是你们鼓励激发我。想说去拍一些不同的内容啊，你们给我很大的动力，然后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继续拍，因为我也没有拍过 vlog，我不知道这个影片的长短。如果没有继续拍的话，先在这边做个结尾。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留言告诉我哦。我们下次见，拜拜。但是如果明天还会继续拍的话，那就忽略刚刚那一段，就是还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喜欢我的影片，然后继续看接下来的内容。
是第二天的早上，我刚已经吃完早餐，洗漱好，化了点妆。今天果然全身酸痛，所以我今天不会去上课。这样下午会有朋友来找我们，是我们之前在上海的朋友，他现在正好在 LA。我们已经有2年多没有见面了吧？搞不好你们有的人会认识他，他现在小有名气，演了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我会在家里 barbecue and just chill and hang out。在他来之前，我会整理一下昨天拍的影片，做一些剪辑的工作。那待会 barbecue 的时候见。We're all the Gaijin hunters. Gaijin hunters.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I think it's I'm ready. See how hot it is. What? I got my backpack. Okay, good. Where is it? 准备出门 It's on the couch. Okay. 现在是下午2:30。今天天气超级热，应该有39度。我们昨天有朋友来找我们玩，然后玩得比较晚，所以今天也起得很晚。然后刚在家里吃了点东西，现在出门散步，要去一家我超喜欢的珍珠奶茶，是我在美国喝过最好喝的珍珠奶茶。然后去超市买点东西，今天晚上会在家里做饭。给你们看今天的天，天空超蓝。刚已经补过一次防晒，因为今天实在太热了，不想再晒伤。快到了。That sounds good. But there's no tea. What do you think?
I just got the original. Original. 每次看来看去，最后还是选我的最爱。No onions, milk, fresh milk.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rder for Charlie.So excited! Part of the union is tough, bro. You're here is so bad. Of course. 有点不够冰，知道？ You gotta choose no ice. You chose no ice. But I want ice. You gotta hit less ice. But I didn't want to interrupt your recording. Oh. I'll tell him to add some ice in it.刚跟店员说我点错了，然后请他帮我加一点点冰，然后他人超级 nice， 他说我重新帮你做一杯吧。现在是里面有少冰的 brown sugar bubble milk tea， my favorite。太好喝了 ，Sunrise is the best。他们珍珠超级新鲜。超级暖弱，不管你一天是什么时候来，就早上、下午、晚上来，每一次来都是这么新鲜，超级好喝。这是我在美国喝过最好喝的珍珠奶茶，在 Beverly Hills Downtown， is this downtown area？ 嗯，给你们看，这是我在台湾买的装珍珠奶茶的杯套，看看。能不能？欸 ，It fits. Look at that. 我买这个是因为它上面有台湾代表性的蓝白托，然后这只狗狗超像我们家的 Shelly， 可爱吧？好吃吗？嗯，我怎么这么厉害啊？I'm still learning how to use it.
I'm like, thank you. And while you're up here, get some Marie! Big shout out to Wind and Sea Surf Club. We love you guys. You guys rip. We wouldn't be here without those dudes, honestly, I swear. Osar always comes up and he's like, don't forget. The whole thing started because Wind and Sea Surf Club. Toe to toe. See who's going to take over. Who's the best, Malibu or Wind and Sea?